坐在车内，如何判断车辆左右？顶了起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下车再去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右侧的车轮也已经完全压在了单边桥上，对不对？这就说明我们做的这两个点位还是比较实用的。那么下次咱们再遇到这种比较窄的线宽墩时，咱们往前开，只要两侧的障碍物都在咱们这两个点位以外时，那么咱们通过就是比较安全的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感谢您的观看。